另外一个 Diablo Soul Scooter， 那也是俗称的红恶魔胎，这也顾名思义是我们地挂的 Diablo 版的名称由来。更宽广的中央接地面积，然后可以让那个动力的传递跟操控有更有效率的运作。第二个就是它在两侧，我们整个胎型是做了渐进式的斜率设定，那这个部分就可以让大家在进弯、进出弯操控会有像轨道车一样行驶的循迹性。Russell Scooter 的后轮采用的是复合胶料设计，也就是中间比较硬，但是两边适合那个这样子使用，然后再来是最佳化的胎纹分布。